感觉周深也是豁出去了今天。对，这是周浅，这不是周深。周深不会这样唱歌。他们组做到的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每个人突出自己人性方面的那种抓人的。周深，他刚才说了，应该叫周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是这个风格的，但是他能做到，和乐一两个人的这种配合一点儿也不做作。我觉得两位主唱的，就是那个音色吧，有一种莫名的搭配，就两有点像，但他们俩刚好。然后周深老师唱是高的部分嘛，然后你唱是低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在唱的部分，有完全把《即刻》这首歌原本的本意散发出来的那种快乐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想看到的东西，能看到懂的东西。小周他其实是我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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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歌手，对，然后就很开心能够有这一次机会，因为周深老师就是天籁般的音色。所以叫我老师吗？小周，对不起。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能够做一个情绪递进的感觉，然后能够形成反差，就是我是叛逆，周深老师是纯洁的感觉。挺好。啊，周深跟这一组合作，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很突破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嗨，很开心，对不对？彩色的黑来说呢，完全就是突破周深的一种唱法，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到陈乐一他们一起做这样一个演出。好的，现在呢，这一轮当中的两组乐队都已经站在我们的舞台上，那么接下来现场的151位观众，红色手套代表的是支持再见萤火虫组，白色手套代表的是支持彩色的黑组，请根据他们今天的表现投出您神圣的一票。3、2、1，请投票。这是对的，肯定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可口可乐唱爽时刻。我其实觉得音乐没有高低级之分，我觉得只要你是诚实的，我觉得就会有人听懂你在干嘛。很大一部分人真的就是听不懂他们的东西，而我们的那个真的是十分简单易懂。红队53票，白队98票，恭喜白队获胜。首先那个我们四个人，我们其实对我们四个人要向汪老师说声对不起，就是为什么这次特别的任性选了一首就是放飞自我的歌，但这次我们就是真的是自己玩得很开心。你们真的不用有这样的歉意。我的所有给他们的探讨和提示并不是责怪，我想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过程，深入浅出的简单去打动的是要的是这个。周深老师作为这一轮的助演的嘉宾，你可以从我们所有的乐队的成员当中两边都可以挑选出一位你认为今天你最喜欢的学员，可以为他的战队加上一分。安宇，因为我看节目我就觉得他一直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他打鼓非常的流畅，他的律动很让我吃惊的吧。恭喜安宇，感谢小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而且尤其是这一轮当中，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品，带来了很多对于音乐的一个讨论。再次的感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回到 HR 继续观战，谢谢。是助演嘉宾钱正浩和他的两组合作乐队出场，有请。00后新生代唱作人钱正浩。凭借偶像男团类节目被大众广为知晓，作为青春偶像，他一步步打破大众对偶像的认知，突破自我，未来可期。大家好，我们是相聚誓言乐队，都是之前就很想组队的朋友，终于有实现了这么一天了，可算逮到了。行了行了行了，关门。我们大家的音乐审美啊，音乐口味都是特别一致，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家了，特别舒服。对现在的成员阵容满意吗？讲不出个所以然，为什么被问倒了？包含一些本轮流经
啊！啊，我真的太难了，好想有个车啊！谈个车呀，姐，一成首付谈个车，轻松谈，零压力。Hello，Hello，Hello。在这嘉宾来之前，我们其实特别害怕，他是觉得是嘉宾与乐队。小浩来了以后，他说我是来帮你们。刚进去，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厉害很多，感觉像很多老师，但是一玩起来就会很开心。他的加入没有让我感觉不舒服，反而会让我觉得特别喜欢他，就感觉像是一个乐队成员一样，比较自然。但是他们一直在弹，然后我也一直在唱，都玩得收不住了。你跟那个 Creep 那组进去以后，你跟他们玩了些什么？我们就很认真彩排，没玩什么。Hello，Hello，Hello， 浩哥，你是不是也会弹键盘啊？现在呢？对对对，就怕练会弹错。听到我要去弹键盘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因为临时让我弹键盘，我就会紧张吧。G 调的，一三四四小，就是因为有嘉宾在，我们这首歌很多欠缺的地方都被补全了。他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是我担心乱了他们的阵脚，然后让天池继续输下去就不太好。我们现在要找一个就是赶快把这个输掉的 buff 传递的人，一点点失误的话，我们将会全团甩锅给他。有请蒋敦豪、苗一凡、周俊、焦岩菠萝、吴健和他们的助演嘉宾钱正浩带来环形公路。改变，不停妄想这一切。